这一生的轨迹用未签两个字就能贯彻始终了。那你身边的感觉真好，帅哥身边感觉不好是怎样？我这辈子会倒贴你，是吗？只有一个人，我想就这样一直陪着你。你喜欢的那个人是不是魏晨？我喜欢的人是魏晨。我喜欢我哥，给我滚！听我说，对不起。喜欢到一个不应该喜欢你，真的好累。魏晨，你心里是不是有伤？我哥就是我的一切，不要再把心思放在我身上，没有结果，关你。魏晨，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。我真的好想拿绳子把你绑起来哦。小野，这样会太快了。等了一辈子，怎么会太快了？